张三来到加工厂，老板，我的车库钥匙换了，能帮我车一个新的吗？我先看看哈。这种钥匙我从未见过，看这个下身是挺像的，还有点像个二筒。但是上身这六根膛线就过分了呀。你拿走吧，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，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面。可是老板。住口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如何做一个没得感情的杀手？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一个运用 3D 技术让更多的人体验到枪械魅力的杀手。今天带来的是钥匙扣手枪，使用 6.35×16mm 的子弹解锁上弹。闭锁，拉环儿，哪里不会点哪里。So easy， 真乃居家旅行瞎眼必备又一良品。关注我，杀手带你了解更多的枪械知识，下期上传安装视频，让我们一探究竟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